非常优美优雅，但是又兼具力与美的旗队，又兼具力与美的旗队。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穿法。我们在现场，因为师长在问的时候，我人在旁边，学妹他们并没有说是学姐要求的。我的声音在响，你在飘。个人希望能够完成这样的表演任务，而且穿这样的表演服装，沟通管道都是畅通的。